锦衣之下番外36，失忆的金夏不幸自己是陆毅妻子，只想逃离大人。大家觉得还行的话，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，点个赞，支持一下吧，谢谢大家。窗外一阵风吹过，无数树叶沙沙作响，声音传进陆毅耳中，他愈加心烦意乱。寝室里，杨承万盯着金夏，一脸严肃说道，夏儿，在你心中难道为师如此胆小怕事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金夏摇着头，神情甚是委屈，师父，夏儿的意思是，倘若是别的事情，定会相信您的，唯独这婚姻大事。正因是婚姻大事，卫士怎会拿来开玩笑哄骗于你？杨长万义正言辞地斥责金夏。师父言之有理，金夏倏地抬头，大眼睛里放出倔强的光芒，赌气般说道，可您说的那些事情，我当真是一点记忆都没有，现下陆毅于我而言等同于陌生人，师父，您不能强逼夏儿跟一个陌生人同床，生活在同一屋檐之下吧。杨承万微微动容，审视着金夏的双眸，他知晓一个人的眼睛无论如何掩饰都是骗不了人的，里面最容易泄露秘密。金夏双眸澄清，神情坦荡，跟4年前如出一辙。许久之后，杨承万惆怅万分地叹了口气，他与林玲同样暗自懊悔，不该同意金夏嫁与陆毅的，不该啊。夏儿，你已长大成人，为师且问你。杨承万起身走到金夏身边，抬手拍着他肩膀说道，此事你有何打算？寝室中顷刻间沉静了下来，空气都宛若凝结住了。金夏觉得自己正站在悬崖边上，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险。许久之后，他低头闷声说道，师父，我还是回家想想吧，说不准能想起来呢。回家？杨承万神情一怔，他自是明白金夏口中的家指的是哪里，可眼下袁大娘尚未寻到啊。夏儿，你还是跟陆毅商议之后再做决定不迟。杨承万带着12分的担忧离开陆府，临走前他告诉陆毅要去寻找袁大娘。陆府的大堂里，金夏和陆毅面对面坐着，四周寂静如水，院子里已然呈现灰白色，天都快亮了，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连日来，陆毅身心皆已疲惫不堪，金夏的失意给了他沉重一击，烛光的映衬下，陆毅看上去更加憔悴了。金夏，陆大人。金夏语气生疏的口中吐出3个字，宛若当胸给陆毅3拳，他闷闷的险些口吐鲜血。只听金夏继续说道，卑职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尽管说出来，我听着便是。陆毅语气平静，嘴角却带着强烈的自嘲，从来不信神佛的他，如今却坚信2个字，命运，芸芸众生谁也不敢跟他抗争啊。金夏察觉到陆毅语气不善，随即讨好地点点头，微笑着说道，师父儿跟我说的那些事情，卑职觉得甚是离谱。您是堂堂锦衣卫指挥使陆大人的爱子，而我呢，我家是街头卖豆腐的，所以卑职还是不能相信卑职是您的妻子。接着说，陆毅面色如霜，宛若下一刻便要坠入人间地狱了。一向精锐通透的他，早就料到金夏会说什么了。那个卑职虽然是个捕快，但毕竟是女儿身，住在陆府多有不便，长此以往下去定会影响大人清誉，所以卑职还是告退了。金夏起身后，双手抱拳，一双眼睛明亮如星。陆毅不禁想起山上的清泉和天边月华，望着如此熟悉的金夏，陆毅手指敲着桌面，漫不经心道，你要走我不拦你，只是……大家觉得还行的话，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，点个赞，支持一下吧，谢谢大家。